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簡易小廚神 Jenna， 今天就教大家整一个酸酸甜甜的免焗甜品檸檬塔，和大家一起迎接2020年啦。手冇乜力嘅话咧，就可以揾啲叉嚟帮下手。只要将啲叉咧插入个柠檬入边，然之后一路挤一路转支叉，咁啲柠檬汁咧就更加容易挤出嚟噶啦。看落真的很吸引感，不知道吃落又是怎样的呢？柠檬塔的味道酸酸甜甜，吃落都真的挺 fresh， 这么简单就整到，大家都快点试一下啦。